个生枝儿给它掰出来，丢一点一堆，那总丢能丢的还不是？10多块钱一件东西儿去。花椒就香的。还没煮熟啊？要煮熟没有？看不来，我好久没忙。哎，盐巴我吃掉了，我把盐巴放进。对，放点盐巴就吃掉了。要鬼嘛，就不要吃饭了噻。哎呦，把那个冬笋来喂一下哈，第一次吃冬笋汤。冬笋汤要，吃冬笋要做汤才鲜味道，对嘛？要多一会儿。哎。要多一会儿。抓点给咱们养养，还好吃菜。伢子就多做点菜，又没得挑挑到的。老大，老娘骂你，娃子摘点你嘛，龙大块土都摘起了。农村人就做点菜来自己吃，自己养生。哦，为什么弄点栽进我们？种错浪错的嘛，还没有栽到的哟。没有，人家后边那块土还没有。后边那块土没得好多的。啊，那边老子他们说说来打两个窝儿啊。下半年的天嘛，淹得很，屋头臭的。那边落雨都好哦。4681窝子油菜，多摘点，多摘点，再吃，再多了还不吃不到好多。丫头，你这个嘛，我们大家帮着摘嘛。好，那又有风凉吃，又有菜又吃，还要的啊？啊，一群鸡得了，别说一群两得。
青菜，啥子菜都要得。我这家是红油菜，摘多了没用的嘛。我就摘十多根就够了，够吃了。技术不好，红烧都挖不烂。你要看啥子？哎呀，我说看哈到几点了。差不多了，走，给挖点红烧。怎么？然后啥子？要去挖红烧嘛？背都背起，出都老起，要得，我出得好多。老子就这几个红烧挖完了就没得了噻哈，啊？就是这块挖就没得了。哦。这个红烧烂了，不小事。哎，就我这一块还是最大，我先生你。哎，昨晚做的兄弟上班。挖完了没嘛？我们就在这点喽，这点挖了就没得喽。那今天晚上吃啥子？我还吃啥子？挖红烧就吃红烧，挖红烧就吃可红烧啊。红烧那个有芋头嘛，就挖点芋头吃一顿嘛，别吃别吃。你喜欢吃芋头啊？喜欢吃芋头嘛，到时候吃。你快点摘洋洋啊！不摘。那是要的啊。全是摘鸡，那鸡全部吃没得。别干，那不你妈两回全做都没有回头。放得啥？让他放出来。哎，就捡这几个大的，光是那红烧了就不好耶。哎，那好牛的好吃。啊，吃炸红烧啊，炸红烧啊，鲜红烧啊些。哦。有的啊。我这个有点烂，有的不？那等那算了，放不得。放不得啊。嗯。要搁到锅放汤。不用了，锅。不要回头噻。那过来帮我嘛。走。这我一提个芋头去就化了。哎呀，这绿的毛儿炒得烂得很嘛，溜得很。哎呀，这个也化得很，这不会穿呀。就坏大这鱼都要跑了，要得了。开吃喽！啥子吃哦？哎，啥？我的。啊？这也是新产品的。啥子？味的啥子味道吗？你上去吃嘛，你吃啥味道？就啥味道？
那宽很多。自己跑的。我们还有人肉呀，会。因为不是还这么久，给娘的烧子还有啥？我那点汤是啥？我的红红汤，枸杞，吃营养还好，我也建议好吗？那香叶呀，就是啥？不然我说这个煮个饭，我都爱吃了，合你口味不嘛？我不要饭，我就吃鱼汤。嗯。我不要饭，我就吃鱼汤。我说你要饭。